加泰罗尼亚音乐宫位于巴塞罗那历史中心哥特区，建于1908年。音乐宫的外观和内部装饰都非常独特，以其华丽的马赛克、彩色玻璃、雕塑和其他装饰艺术品而著称。内部大厅的设计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，有着独特的曲线形式和丰富的装饰细节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音乐宫的天花板，上面装饰着令人惊叹的彩色玻璃天窗，中央以太阳为主题，四周围绕着象征音乐和戏剧的各种符号。由于其在建筑和文化领域的独特价值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12月8日，我们来到加泰罗尼亚音乐宫，观看了一场激情动感的弗拉明戈表演。弗拉明戈是一种源自西班牙的融合了舞蹈、歌唱和吉他演奏的艺术形式。他的舞蹈以舞者有力的脚步、复杂的手臂动作和表情丰富的面部表达而闻名。他的音乐的核心则是吉他演奏、歌唱和手掌击打。吉他演奏强调节奏和旋律的结合，而歌唱通常表达深切的情感，内容涉及爱情、死亡、欢乐和悲伤。我们观看的这场表演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弗拉明戈元素，演出内容包括了阿莱格尼亚斯、索拉阿斯、塞古尼亚斯和布莱尼亚等多种弗拉明戈风格，每种风格都有其独特的节奏、舞步和情感表达，有快节奏的阿莱格尼亚斯，也有深情的索拉阿斯。演出阵容也非常强大，包括了当地著名的舞者、歌手和吉他手，他们的表演充满了激情和技巧。总的来说， Gran Canaria Flamenco 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文化体验，它不仅展示了弗拉明戈艺术的精华，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和情感深度。对于喜欢弗拉明戈舞蹈、音乐和西班牙文化的人来说，这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演出。由于演出过程中不能拍摄，这个视频只记录了演出结束后艺术家们的谢幕和答谢表演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。